Thank you.
我不太记得这些了。我没把工具带来吗？ 有点难啊。 鼠哥，劳您出手了。
Thank you.
你怎么会知道百神祭所的事？是问我吗？我小时候偷偷溜进祠堂看过一本书，因为这个还被我爹揍了。总之我这人记性好，读了就不会忘。那本书里说，假如天有乱象，刘家子弟可以来守山寻找解决之道。杨平的事，还有隐约疯传的妖魔之事，可不就是乱象了吗？这就到了吗？看起来的确像祭祀的地方。这块碑上刻了什么？苍玄有声，黎蒙暮暮，天作守山，祭于百神。长柳，你认识这上面的是文字吗？现在要如何才能进入九井？九井？那又是什么地方？虽然只得五人，但也够了。坤、劳、对、训，各方一位。什么意思？这里的八处玉座暗合了八卦之位。长柳是说，我们每人在他点出的位置中找一个站定。哦，八卦，我知道。可是那里面有劳这一卦吗？劳就是坎，这是趁书归藏中的说法，和周易里的不同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，长见识了。起，玄黄作卦，峨山为爻，六爻皆阳，则六爻俱变。乾之坤是反卦，完全变了。山河朝归位。等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倒是给我说说发生了什么呀？经卦之中，乾为阳卦，坤为阴卦，六爻皆阳，则阳极转阴。简单些说，这里布置过一个特别强大的法阵。刚才长柳让这个法阵生出了变化，所以先前看不到的东西就能看到，不能去的地方也可以去了。果然是神通，我得记下来。不过山河愁又是什么？是那家伙的算筹。谁？姬轩辕呢？他可是狂得很，以山河为筹，与天地作衬，这就是他的归藏。万物归藏。那长柳他看碑后面有了新的字，先前可是没有的。有命匪懈，莫反边歌，成其立阵，以卫一征。怎么你们都认识这些吗？这里是祭祀之地，也会提到兵刃？如果这里真的只是祭祀之地，又怎么会有灭除魔物的法子？难道对着天地跪拜一通，就会天降神雷劈死他们？说的也是。那这些小字又是什么意思？愿我人族于此魂梦江海万古河山之间，星火试传，纷飞不辍。星火失传，纷飞不辍，这是祖先留下的话吧？一定是的。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做到，有没有资格站在这里面对这块碑。放心吧，千秋万代并未虚掷。该走了。
这里倒真是别有洞天。接下来还要打开去九井的通路。怎么了？莫名的有种怀念的感觉。走吧。我在想，玉杯背面的文字一开始不出现，是不是刻的人并不想他们被所有人看到？因为按理说，那些字和法阵的布置也没有太大关系。肯定是这样。你瞧，不少故事里重要的东西、特别的东西都不可能一眼看穿。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整个古城祭所就是神神秘秘的。那么，成其利刃，以卫以争。是说人族必须不断征战吗？并非要主动征战，身怀利刃可不是人，但如果手无寸铁，便是任由宰割。对对对，我也看过书上说的，好战而亡，无武亦灭，明王之治国在于上不完兵，下不废武。其实就是居安思危，存不忘亡。这不正是家国长存之道。哦，我已经明白了。
Thank you.
走完这条路便是九井了。别落，这下面还有东西，不在深处，离这里不远。怎么回事？应该不是什么危险的东西，我下去看看。你们在这里稍等片刻。崆峒山的风光与有熊殊异，令缙云看得入神了。同有山岭，轩辕丘易守难攻，此地却是全无防备。仙人有术法，自然不用在意。今天还要听那广成子讲道？听他讲道有何不好？颇多游说，这天地之间无极无心，无极无道，本不需要其他任何人的道。因为你是缙云才能说这样的话。上去吧，今日原本就打算向仙长辞行了。这回能听闻斩三师之法，也不算没有收获。可惜轩辕丘无人修仙。何必如此在意，便当作一开眼界，也没什么不好。二人是来向仙长辞行的。两位天资非凡，当真不愿入我仙门？只能谢过您的错爱了。我明白你们所想所盼，但世间万物生而有数，强弱之分亦是天定。正因如此，我等才要竭力修行，化去凡身，步入仙途。所谓仙人，虽也带了个人字，却已经是天差地别。仙与人走的路终归不同，我始终笃信并无恒强恒弱之理。可人受苦短又能何为？或许十年不可，百年无成，但千载之后应会有所不同。仙长寿数悠长，千百年在您眼中不过弹指一挥间，似我与缙云最多数十年就将化为尘土，那您又何妨坐卧云端，静观尘寰三千年，替我等看一看，百代之后人族究竟会去往何方，是兴是衰，是存是亡。我欲在此开山立派，望千载岁月后，我的门徒与轩辕丘的后人仍有相见之机。
人在这儿。昨天我收拾了一个找揍的家伙，他说我和你是怪物带着只小怪物。不过这么说也没错就是了。我问过吴昭，他说没亲眼见到，也不能确定你是什么妖族。可他告诉我，妖的寿命总归比人的要长久很多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就忘了我吧，好好活下去。你要变得强大起来，可不要再随便被欺负了。可惜我见不到你成为大妖的那一天。总会忘掉的，如果还没有忘记，只是因为时间过得还不够久。算了，不提这些，说好了今天教你认字。你看，这就是天上的云，也是我名字里的一个字。名字是很重要的东西，不能再，我不能给你取名。不过以后，你可以自己起个名字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字，就把它放到里面去。去集霜而不来西陵呢？你看，这里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一座死城。
纪云大人，您是想要我再次锻造太岁吗？是。您不必如此拘谨，西陵之祸并非您的过错，当然也不是那位大人的错。你们都已经是世间强者，一定要说的话，人力终有不可及。而且我虽然出身西陵，却也没有那么在意两族之别，我只是想铸剑。您这样说会让我想起我的父亲蒙居吗？哼，可不要把我们放在一起了，我无家无子，少有牵挂，而他却是所求太多，害人不浅。既然今生已是如此，那么干脆就孑然孤身，何必再去拖累别人？缙云大人，您不也是这样想的吗？不错。好了，请您先回去吧，我要仔细想想这一回的锻造该如何下手，趁着还有几口气在，我一定会竭尽所能。多谢您。北洛，快上来，有魔出现。上来了，有眼的气息，你们先去救济。啊，是我眼花了？他，好好的大美人，怎么变成了长翅膀的？快走。进入九井之后，你们按我说的方位丈量，尝试把自己的灵力注入井中。灵力？我懂，我懂。虽然不太会用，但有时候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里有一股力量。上去。
这些灵被别的力量操纵了。那边灵力不够，你去帮岑婴，这里我来挡住。但要让百神祭所的灵力释出，至少还要一只血门。你是不是早有打算？嗯，可以一试，但要等我把这个解除。先上来，拖得太久，注入的灵气只能白白散逸。如果不是师兄发现，我真想不到背叛者都是一样的可憎。怀庆是，你也是。你们害死了二弟，还有其他的弟兄们。我虽然没用，但我身上也流着那个无知血。我要阻止你们。废物。你死在你身上。快去上面。Yeah.
之血。是代族，当年的代族从巫族那里得到的人血。不行，我让你去妨碍巫族。
这就成了。我们做到了，还得出去看看。果然向着光就找到了玉溪郎。嗯，林道长说你们一定很着急知道各地的情形，他让我来转告一声，魔都被消灭的差不多了。太好了，大伙儿都高兴坏了，没想到这个百神祭所这样厉害。已经没事了，那我走了。我不是什么好人，但也不想看到更多的人死，所以听乌照他们提起百神祭所，我才偷跑出来。你们也是二弟的仇人，我们没什么可说的，他再不好终归是我二弟。哎，那位高人他也走了吗？长留，他什么时候不见的？大概是回去了，我们也走，我还有事要找他。哎，等等，我有个想法，我想把在这儿经历过的事写成一个故事，就叫做《守山梦石书》，你们觉得怎样？又有故事了？这个你自己决定就好。哎，可是我还不知道你们每个人的名字。困在这儿，那就来试试吧。说魔要过很久才会再多起来吗？他的精神力变弱了，或许正是因为如此，魔才有了可趁之机。魔气远不如上回浓重，但肯定是发生了什么。云无月，百神祭所的那些魔后来是退走了吗？云无月，一时恍神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先前受了伤？没有，那些魔的确是退走了。叶长老，他对我打伤了，但死了。他帮着乌照三番两次的作恶。
精神力骤然减弱，如果不是受了重伤，便有可能是分去了别处。毕竟这个梦境如此之大，要是长柳遇上了什么麻烦，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杀灭赤水的魔。不管他那边的情形怎样，至少可以帮他减轻一点负担。的确如此。精神力稳定了一些，看来危机暂时解除了。那接下来呢？只有等待。这个梦境中发生的事避不过他的感知，若是他想，自然会来见我们的。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，我不想令你为难。我也一样，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对不起。为什么要这样说？很多的事，我不是他，可我又不能不是。我明白了，你原本就只是你。其实我有点开心，离开天禄城后的这段时日，纵然波折不断，却也是我这千年来最愉快的时光。和你在一处，我很安心。眼下这一刻，我也觉得高兴。虽说是有些不同的，你心中不必有任何歉疚。眼原本就没有那么多的情感，便如这河水冲刷过实力。即使是曾经有过的经历，但河流奔腾而逝，
过去也仅是过去了，永远不会再回头。我只是感到后悔。后悔？当我遇到静云之后，他一直告诉我要变得强大起来，可眼兽明明弱小的朝不保夕，能活至成年的更是寥寥无几。我下意识地认为他可以庇护我十年二十年，哪怕活过这些时候便死了，也比我的许多同族好上太多。我疏于修炼，从来没有想过静云也会突然离去，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。这不是你的错，就算你当时在拼命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时间太短了。我知道，可是心境已经不同了。静云死后，我忽然明白，既然世间并无不朽，那么所有活着的生灵都是在与天争命，在我眼中强悍如斯的静云也是一样。我之于人族和人族之于神魔又有什么不同？难道羸弱便不求强大，微小便永坠沉泥？没能帮上任何一件事，我觉得后悔。我想在我今后的一生中，永远都不要那么无力，永远不再有那样的心情。可是你救了我，你救了我很多次，因为有你，我现在才能在这里，所以这样就已经很好了。是已经很好了。你如何能够轮回转世？还要多亏了辟邪之力，虽然他令得静云早逝，但乱羽山一战后却也勉强护住了那一缕命魂。百山祭所下方的玉树上镶有铸魂石，是龙渊当年拿来收魂的玩意儿。姬轩辕不知道我的命魂已经离去，他应该是在乱羽山尽力搜寻的残魂。百神祭所又是天底下最好的养魂地之一，他希望那里的力量可以让我再入轮回。我在地界时听说，倘若命魂受损，进入轮回之境后，则要经由莫大的痛苦才有可能脱生。和重活一时相比，也算不得什么了。你之前已是妖力崩溃，因为静云的残魂之故才治愈了几分伤势，往后十年你的妖力都很难寸进了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就像杨平的那个军士说的，哪敢牺牲，十年就十年吧。再说了，不是还有你护着我吗？嗯，你要明白，我和他终究是不同的，而且这一回我有足够多的时间。喂，你们快上来看看是谁来了。风族长，你果然平安无事。让你们费心了。当初进入惊天轮之后，这里魔气肆虐，我们奋力而战，的确是惨烈万分。在最后关头，姬轩辕大人拼尽全力才将活着的人送走，他自己却是被魔气侵袭了。姬轩辕，是那位传说中的帝王吗？正是。这怎么可能？而且长柳也说了，他并不是。赤水本就是一座牢笼，
让进来的魔除了梦境出口无处可去。他们在这其中会不断的彼此吞噬，又不断的被消灭。这里的梦境出口是一个诱饵。不错，在那位大人沉睡之后，他渐渐地发现自己的梦里开始有了魔。比起一个旦夕即灭的梦，持续了上千年的梦域，其间魔的数量自然非同寻常。他认为与其让魔散落各处，不如掷下一个饵，将他们引到一处，再一举剿灭。后来当纪灵族流浪到这个梦里，便决定在此安身。那你们其实是一直在这里消灭魔族？纪灵族的力量远远不够，若非这一回魔族异变，梦域混乱，甚至引发了灵力风暴，我们轻易是不会进入惊天轮的。这赤水始终是那位大人一个人的战场。只是漫长岁月过去，他的力量也在慢慢减退。这个梦或许快要醒了。若还有什么疑问，不妨当面去说。姬轩辕大人想要见你们。
这玩意儿不好使。人族的记忆真是繁复。鼠哥，劳您出手了。穿针是件精细活。这种事我可没辙。鼠哥，劳您出手了。
有点难啊。这个步骤